纽约市长白思豪今天宣布，他将退出结束2020年总统竞选。白思豪今天接受美国有线电视 MSNBC 的采访中表示，在民主党不断扩大2020年总统参选人阵营中，他很难获得支持。作为现任市长，白思豪今年五月宣布参选明年的总统大选，但竞选团队却接连失利，不仅未入围民主党初选第三轮辩论，甚至在纽约市收到的竞选捐款都低于多位同党参选人。竞选口号是工薪阶层至上的白思豪曾表示，美国的财政大权掌握在错误的人群手中，要求把工薪阶级放在首位。白思豪宣布参选的首日就向现任总统川普开火，炮轰对方反移民与退出巴黎协议等一系列政策。他表示，他是一个骗子，我知道他的诡计和他愚民的政策。川普则在推特上回应称，白思豪是全美最糟糕的市长，他就是一个笑话。如果你喜欢高税率加上高犯罪率，他才是你的选择。就连纽约市民也不喜欢他。58岁的白思豪2014年上任纽约市第109任市长，作为进步派的他推动了移民改革、选举改革与早期教育等政策。包括州众议员在内的多位民选官员昨天下午在曼哈顿下城举行集会，呼吁选民在今年11月5日举行的普选中投票支持改选纽约市宪章，将党内初选和特别选举的投票方式改为排序复选制。目前市政府公职选举采取传统的简单多数制选举制度，由获最高票数的候选人获胜，并不考虑当选人的得票率，包括其得票率未过半的情况。而在全市公职的初选和特别选举中，如果任何选举人的得票率未超过40%，则要在之后单独的选举中，由得票率最高的两人再进行决胜性选举。市宪章修订委员会此前提案，将在今年11月举行的普选选票中加入宪章修订问题，让市民选择是否将全市初选和特别选举的制度改为排序复选制。在这种制度下，选民将能够按照自己的偏好对最多5名参选人进行排序，其中可包括一名非参选人。如果没有任何候选人在选民的第一次投票中获得逾50%的票数，那么凡是第一选择得票数最少的候选人将被淘汰，而且其所获得的选民投票会转移给选民的第二选择候选人。此流程将重复进行，直到最后剩下2名参选人为止，届时由得票最多的参选人获胜。今年全市普选将于11月5日举行，民众可在10月26日至11月3日选择提前投票。票上还将包括3个修改宪章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是否实行排序复选制。市宪章修订委员会此前表示，排序复选制若通过，将只适用于党内初选和特别选举，普选仍将采取简单多数制。卫生部门9月19日就一起新确诊的麻疹病例向纽约居民发出警告，该病例有潜在暴露于公众的风险，上周曾乘坐长岛铁路出行的乘客需要密切关注。长岛纳苏郡卫生局表示，近日又确诊了一例麻疹病例，患者在9月11日至14日期间多次前往纽约市。据悉，受感染的这名成年人于9月11日周三和12日周四乘坐长岛铁路从米尼奥拉站到纽约的宾夕法尼亚站。9月14日的周六，这位感染者曾前往于米尼奥拉的一所餐厅，并乘坐 MTA 班车往返于米尼奥拉站和亨普斯特拉德站，之后乘坐 LIRR 列车往返于亨普斯特德站、牙买加站和纽约宾夕法尼亚站之间。NCDOH 建议，任何有接触过这位麻疹病人的市民仍立即寻求医疗帮助。据悉，在接触麻疹病毒10至12天之后，症状才可能开始呈现。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报告称，今年已有30个州确诊了1200多例麻疹病例，其中3/4以上与纽约州和纽约市的疫情有关。昨天，法拉盛 Skyville 与市议员顾亚明联合宣布， Skyville 旁边通往法拉盛西的河滨小径以及河滨公园通过18个月的修建正式向社会开放。这条河滨小径从天井豪苑西座旁边的空地进入，河岸旁种植了绿化并有宽阔的广场，
这条滨河小径将法拉盛市中心与法拉盛西连接了起来，这是很多法拉盛人多年以来的愿望。郭亚明表示，通过河滨小径、河滨广场可以欣赏到法拉盛西的景观。另外，未来在附近还有多个楼盘将要建成，有住宅、酒店，住在西旁的居民会越来越多。政府要求开发商要修建好河滨通道以及景观，所以未来几个新楼盘的河滨通道将会连接起来，形成完整的河岸线。郭亚明指出，现在的问题是法拉盛西的污染严重，根治还需要至少十年时间，需要市政府投入数亿元建设一个规模较大的污水截流设施，减少污水排放到法拉盛西。他希望市政府对这个问题更加重视，投入更多资源整治法拉盛西的水质污染，解决大雨后的雨污水河流后流向法拉盛西溢出和排放的问题。第二届纽约中国当代音乐节系列活动的主题音乐会之一，从东方奇幻到西部壮举，将于2019年10月1日晚7点半在卡内基音乐厅 Stern Auditorium 开演。周四，主办方在华埠中央街的 Museum of Chinese in America 举行新闻发布会。本场音乐会将分为上下半场举行，上半场为《山海经》，用音乐描述了中华大地的山川、平原和风土人情。作品采用了如蒙古族、藏族、巴蜀、蜀地等大量民间音乐素材。我们今年中国当代音乐节呢，选择的主题呢是乐融中美。这个主题呢是我们去年就选定了，因为今年呢是中美建交40周年，那么我们想利用这个中美建交40周年这个契机呢，来去展示给听众，就是我们中国和美国人民之间的这种长期的这种联系。这里边呢我们有几个亮点，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两场最重要的音乐会，一个就是音乐会去展示，用音乐的形式来展示外交家顾维钧的一生的这样的生活。这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直到后边的联合国等等，这个非常有意思的用音乐来展示。那么这一场音乐会呢是一个多媒体的音乐会，包括独唱、独奏、朗诵，还有评弹，就是各种各样的形式，而且是有这个幻灯，有各种各样的，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一场音乐会。那么第二场最重要的音乐会呢，就是在卡内基大厅的这个，就是我们叫就为了纪念就是太平洋铁路完成150周年而创造的这个新的这个清唱剧，这个铁汉金丁。那这个作品呢，主要是给大家带回到150周年以前，中国的华人到美国来，大概有2万多人，帮助美国修建这个太平洋铁路。这个当时呢是一个非常震撼的事情，而且有上千人都已经就是因为这个天灾人祸都是死在美国了。所以说呢，我们希望把这段历史呢重现出来。我们今年是祝贺40周年的中美关系，但是其实这个关系是更长的关系。我们这次的音乐会也是讲顾维钧跟美国，他作为中国一个重要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外交家嘛，但是其实从1912年一直到。到今天，中美关系是那个时候已经开始了。很多人可能都知道，顾维钧的历史，在巴黎和会反对，这个大的国家拿山东省给日本人，所以呢，那他就决定中国没有签这个合同。那么这个是中国的第一次讲 no 嘛，给大家。那么这个就是变了一个很重要一个时间。下半场为铁汉金丁，今年是标志太平洋铁路合轨的金丁大典150周年，音乐节希望用音乐来致敬华人铁路劳工。What the institute is trying to do with their China Now Music Festival this year is to make history come alive through the musical art form and.That mission is very much aligned with the spirit of what we try to do as a museum, which is to use art to make history come alive.
音乐会将于10月1日晚上8:30在卡内基音乐厅 Stern Auditorium 举行。订票方式可访问 carnegiehall.org 或致电212-247-7800，或中文咨询电话9292632989，或直接前往音乐厅票房。华语电视记者采访报道。